好 ，AI 雷总同埋 KO 两位好，大家好。大家好，啊，真系唔好意思啊，今日咧就其实唔系今日嘅啦，上个礼拜如果大家有睇都知咧，我个咁嘅即系 desktop 嗰个咁嘅烂鬼 Logitech 嘅咁嘅，即系开埋名，因为实在太渣啦，真系唔开名唔闹佢唔得，真系要系吓，即系神神地已经呢嚿嘢好似我都用咗唔知三年。三四年啦，冇照計冇理由咁快會打柴啊！照計係嚇咁，但係 anyways 啦，即係上個禮拜已經唔係好 work 啦。咁啊，今個禮拜諗住俾多次機會去，都係出唔到樣嘅。咁啊，所以就唉，都係又要破費呢樣嘢，真係冇得搞。咁今次買翻 Logitech 定係其他牌子啊？你有冇好介紹啊？我冇喎，唔知道香港呢家有啲咩賣。私下 PM 我啦 ，OK。我諗網友知得清楚。你知啊？冇啊！呢啲嘢我唔係我嗰塊噶嘛，大佬。我知啊，我話網友可能人哋話好似 Logitech 好似好多呢啲咁嘅電腦周邊產品嘅。其實 Logitech 又唔太差嘅，不過可能唔知係咪潮濕定點。冇咁可能，咁可能係我黑仔啫，可能係我黑仔啫。咁啊，做啲 housekeeping 嘅嘢先啦，好唔好啊？AI 雷总同埋KO， 好啊。哦，好，系咪讲我哋八月份嗰个直播时间先咁样？系啊，系啊，系啊。啊，咁啊，嗱，OK， 好似有少少 lag 添，好似系唔知系咩原因咧？我觉得好似有少少窒窒地，系咪我嘅关系咧？定系？我都不知道，暫時感覺好像是你那邊。我想不如你router 又要轉，不如咁可能你部電腦要買，可能我個腦要換啦。你部電腦用咗幾耐啊？不如你換嗰部電腦啦。我部 desktop 十年咯。你都系时候要换个 desktop， 系啊，真系十年算短嘅啦。上次去廿年，你行紧 Windows 3.1定几多？CloudStrike 嗰个应该影响唔到你，因为 CloudStrike 支援唔到 Windows 3.1。系啊，咁啊，不如一定系正经啲先啦。咁啊，嗱，下个礼拜本身八月头，我哋惯例每个月头都会做一次直播啦，除非即系我哋有啲咩安排，咁尽量都系 full team 上阵。咁就下个礼拜，下礼拜四就八月一号啦，所以原本个 schedule 就应该系直播嘅。不過下個禮拜四咧，雷總就會好開心喎，去台灣玩喎，係咪啊，雷總？哎呀，冇錯啊！今次我唔係去咩公幹嗰啲，今次真係去 hea 下啊，因為都好耐冇去。應該都疫情之前啊，即係對上一次去台灣都係疫情之前嘅事啦。咁啊，咁啊，你今次去應該係去試幾日？你下個禮拜去應該係去視察災情喎。視察災情，打風啊！因為打完風嚟講係，而家超級颱風打緊台灣咯。唔知喎，係咪今日登陸台灣定係琴日已經登陸咗台灣嚟？因為尋日係咪登陸咧？即係擦過台灣咧？唔係喎，直接攔腰插入係嘛？直擊。喂，咁我下個禮拜先去。清曬場啦，係都有冇搞錯啊？你去台北啫，你唔係去咩宜蘭啊、花蓮嗰啲，即係咩阿里山嗰啲，應該嗰啲就問問地。但係你台北就應該都 OK 嘅。冇，唔係去。你去台北都盡量都係去，係啊，都係去嗰啊。你好似有啲執喎，真係。你可唔可以？係啊，咪真係都係去嗰幾日，即係唞下、歇下、食下嘢咁啫嘛。盡量行騎樓底啦！你通常都颱風吹完之後，嗰啲招牌都明顯。我唔知啊，呢個係我真係有啲窒喎，你可能考慮下。得比較緊要，嗱，因為你哋講住先，我試下先exit， 我再入過嚟睇下會唔會好啲。你哋傾住先。好，可以啊。咁啊，呢幾日就香港就即係雖然係冇受呢個颱風影響啦，咁但係。都是非常之咁翳熱嘅，咁啊都咁啊，但係頭先開麥前都同 Eddie 講啦，今年都算係個天氣都比較反常啦，五六月就比較凍嘅，
咁跟住嚟到七月都仲未，即係七月都就嚟完啦，都仲未打過一次風，咁所以都算係幾特別啦，香港嘅天氣。咁啊，喺倫敦方面，我都覺得係感覺上體感上係覺得涼過上一年。咁啊，heat wave 都雖然倫敦嗱倫敦涼，咁代唔代表巴黎會涼少少咧？我唔知喎，兩個系統好唔同喎，一 continental Europe 同即系同埋呢個地中海嗰邊，到呢邊即系英倫三島係差好遠。因為大家都知啦，而家巴黎就奧運啦，咁巴黎奧運今年嘅其中一個主題就係綠色奧運啊嘛，綠色咁啊，梗係唔裝冷氣噶嘛，咁啊選手穿啊，聽講係熱到係撲街咁就，跟住咧咁啊，終於奧呢、這個。主辦方終於都妥協，咁就話可以俾選手自行安裝呢個冷氣。咁啊，而家各國咧就爭相採購冷氣咧，咁就即係自己走去裝咁樣啦。好環保喎、啊，好似係張牀都係即係卡板嚟嘅啫。咁啊，因為傳統嚟講，即係有個啊公開嘅秘密就係選手村咧，其實都用 condom 嘅數目都幾多。咁啊，其中一個方向就唔想去。在我床裡面做得太多行為了，第二方面就即用環保這個藉口來說的話就做得好一點，但其實如果你是要即有些 sex 的行為，其實是不是用張牆都未必影響得到的，坦白說。這個你經驗應該豐富一點，你應該知道、啊、你女兒都生了，會不會多過我？正常來說，如果跟老婆就應該不會玩得到花生。我不知道你有開過節目，開個環節你自己說、但說回這個，我記得我們有是不是有一集都說過、你都分享過，就是那個塞納河方面，就是之前那個啊、水的 quality 就非常之差啦。咁我記得好似上個禮拜咧，這個巴黎嘅市長咧，終於都係處女下海，咁啊咧落去游下水。咁啊，我記得係咪你話都有啲巴黎朋友會即係見到阿市長落去游水就即刻屙督尿落去啊？爭相屙屎啊嘛！唔知有冇真係做啲咁嘅行為啊？咁Parisian就好 well educated 嘅，咁啊可能有啲其他國家嘅小朋友屙尿落去咁啊唔出奇，咁但系好似唔止市長喎，好似應該啲奧委會嘅一啲成員都有試過遊嗰陣，咁啊以為啊即系呢個法國女性咁啊非常之體態非常之完美啦，以為佢可以著 bikini 落去啦，點知佢都係著過成個潛水衣咁樣落去，咁啊就咁啦，游完啦，好似唔知游碌咗碌过即系几分钟，跟住即系都识刻游下嘅，我见到佢咁啊，跟住游几游，跟住就即系上翻岸，咁就话冇事啦，咁啊，但系冇报道咧，听日咧即系之后嗰日咧有冇即系食物中毒啊，或者系有冇啲即系其他嘅疾病咧，好似就冇报道。如果真的要保障自己，就應該即係採購我國即係比較厲害的發明啊嘛，一個 face kidney 啊嘛，咁包埋塊面就即係應該係最安全的。都應該係，或者其實即係或者落去嗰時打救呢個 Titanic 嗰啲嘅潛水衣啊等等性，應該都可以幫助得到下。咁啊，法國就即係今個禮，其實今年暑假都係一個即係體壇嘅城市都好多，即係歐洲國家杯啦。咁啊，之後就呢一個巴黎奧運啦，咁都真係幾忙。咁啊倫敦就啱啱即係做完嗰個温布頓啦。咁啊，基本上都係西班牙大贏家嘅。咁大家都知道 Euro Cup 就係西班牙贏啦。咁啊，之前係我覺得有少少黑馬咧，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強嘅，但係就估唔到咁呢班後生仔其實係踢得咁好。咁啊，大熱門嘅譬如法國啊等等，都係俾人擊敗咗。咁啊，都幾值得。第二方面就應該温布頓嗰方面咧，即係男單嘅好辛苦咁啊，英國入好辛苦咁入到去 ，is coming home， 結果都係 come 唔到 home 啦，比較可惜啦。我即係見證住兩屆嘅 difference， 第一屆佢哋就 FF 得多啲嘅，就真係喺啲道路啊，喺啲橋底嗰度咧都噴曬話 is coming home 咁樣。咁今次啲人講得嚟咧，都係覺得，唉，會唔會係即係
點講咧？你知你都睇下波噶嘛？咁啊 ，Harry King 有個 curse 噶嘛？即係 Harry King 作為即係入咗咁多波熱刺嘅球員，依家就係拜仁啦。咁啊，咁多次都係未攞過一個即係具份量嘅一個冠軍嘅獎杯咧，都未攞過。你唔好計嗰啲咩夏季人哋英超舉辦嗰啲咩嚟新加坡踢嗰啲咩邀請賽嗰啲就唔計啦，係嘛？咁但係如果你話主要嘅，譬如 Premier League 啊、FA Cup 啊、聯賽杯啊、歐洲國家杯啊，好似歐協聯都贏唔到，即係有時即係連拜仁咧連續贏咗幾多屆，9屆、10屆咧都係黑到係。今年都是拿不到的，即是连一个杯仔你说、哦、你说德甲拿不到了，你个杯仔都拿不到，有即是有时即是萧山 有一个能力啦，可能 Harry King 都是有一个能力，有时就即是很难解释得到，那么没办法，下届不知道他算不算得入，那么西班牙就 我连呢个哈利简尼转咗去德国我都唔知道，我仲以为佢仲踢紧热刺，我真系好耐冇睇波。系啊，去咗呢个拜仁慕尼黑啊，咁啊，所以杜曹就当时就教练咁就邀请咗，都俾好贵钱。咁啊，佢嘅年纪其实去德甲都差唔多。咁啊，因为再喺英超踢都可能踢到一两个季度都差唔多。咁啊，宁愿高价啲咁去其他地方咁就好啲。咁啊，讲翻温布顿就好似雷总入紧嚟，等我拉佢先，因为我讲下我睇唔得到。咁啊，温布顿就系都系迪祖高域同埋一个西班牙嘅球手就系、是入咗准决赛啦，总决赛啦，咁啊最后迪祖高域都年纪好大，都卅几岁，咁所以就。西班牙嗰個僆仔22、23歲真係踢得，即係打得幾好。點解會講網球嘅話時話？唉，咁你唔喺度嗰時揼下波鐘啊嘛，咁啊，我哋講到。有冇搞錯？你講網球，你跟住揼埋我啊嘛，大佬！你而家講緊喺呢個即係啱啱完咗温布頓呢個男單係咪啊？啱啱講到咋，即係頭先俾你入嚟嗰時候都唔知點樣撈咗好耐，唔知你個 Zoom 有問題定乜嘢？真係。啊！你真系咧，咁啊，点啊？僆仔唔系23、24歲，个僆仔只21歲噶，叻佬 Alcaraz 系前途无可限量啊！即系太劲啦，实在太劲啦！真系迪祖高域就即系年纪都36、37啦，有冇啊？咁啊，经验37当然多好多啦，但系都比起呢个僆仔都真系打到即系，估唔到三盘直落都数臭呢个迪祖高域。但係你有冇睇埋最撚尾頒獎嗰陣時候啊？祖高域即係嗰佢，因為佢雖然係即係輸咗啫，咁但係佢都叫做即係亞軍啦。老實講，係打到男單入決賽咁樣，咁所以其實佢都有一個俾佢講嘢嘅機會。即係我覺得佢好有風度咯，即係佢係盛讚即係對手啊 Alcaraz， 即係佢我覺得佢亦都好老實，佢話今次嘅比賽嚟講嘅話咧，對方無論喺任何一方面都打得比佢好 ，OK 嚇、啊，咁所以佢贏係一個好應該嘅一個合理嘅一個賽果啦，咁樣咁亦都即係恭祝佢咁樣，咁我覺得即係非常之好落大方，老實講好有胸襟咯，老實講真係啱，好值得欣賞，我諗都係一個男單一派，即係一個年代嘅球員都係即係開始。即係落幕啦，即係落咗幕啦，或者有啲就譬如大家之前最中意睇嘅即係拿度對呢個費迪拿啦，拿度好似都仲有打下，咁但係費迪拿就應該掛咗牌，我有冇錯？費迪拿就全退啦。掛其實拿度都講咗啦，拿度今年都係打埋今年就拿度都係。咁英國成 FF 自己嘅呢個 Murray 啦，梅利啊，點譯啊？咁啊呢個梅利都係。打埋今次都係基本上好似入唔到，係即係用外卡入去添，應該唔知打到好外圍，其實跟住都係已經俾其他對手即係打贏咗。咁喂，大佬啊 ，Andy Murray 都流啦，坦白講。咁啊，反而係即係我都話英國成日都 FF 翻自己啲選手啊，國家隊。Emma 嗰個女仔咧，就我自己認為啊，即係上次去攞到幾年前攞到 US Open 咧，就有啲混仔嗰次。
但係咪真係可以係一個即係年代，即係好似威廉斯咁誇張，就一定未去到。即係話就話自己有傷，但我覺得佢未去到頂級一姐個 level， 仲係爭啲。嗯。咁啊，講起費澤拿，咁佢係叻仔啊。咁除咗打波叻之外，投資都叻。咁啊，投資咗呢個 On Running 啊，依家即係$120 billion嘅市值。咁佢好似唔知有5-10% 之類咁上下。咁緊要啊？佢佔咁多咩？佢應該好似都唔少喎。等我 check 下先。哦，咁就真係厲害啦。咁就即係因為近呢幾年個品牌升得勁，都係安係做得幾好。坦白講，安啦，同埋另外一個叫另外一個品牌係 Hawker 啦。啊，係 Hawker 香港都幾流行，我唔知道英國這個名字這個品牌流唔流行了，出名啊。咁啊，如果阿 KO 嘅家鄉，其實如果你睇日股咧，即係當然你 discount 翻個日 yen 啦，其實 ASUS 都升咗成倍幾。哦 ，ASUS 係好犀利噶，升咗100%，即係當然你計翻匯價，咁即係回翻啲咧。但係當你打個九折，都有100%啩。咁啊，即係都係做得唔錯。安就真係。即我跑步多少少啦，你哋兩位即打網球啊等等成就會比較熟悉啲。跑步界即我都見咗好多朋友都係多咗著 On 嘅 shoes， 我自己就未試過。咁、但係我自己都係好 into Nike 嗰幾對，即 Ray shoes 我就用翻 Alphafly， 即傳統你見到啲非洲選手即成日創即 PB 嗰啲鞋，我就著翻嗰對，因為我個。腳啊，或者點成個保護，我就嗰只 carbon 或者嗰只 air 就我覺得比較適合我啲。咁啊，其他、我太高估咗佢嘅持股，佢係3%，咁但係3% of $120 billion都不得了啊！都係相當可觀啦，老實講係嚇。咁、但係當然安，我覺得亦都要多得呢、這個咁嘅即係 spokesperson 啦，即係阿費澤拿咁，即係佢投資之餘咧，佢亦都係啊，即係奮身落去宣傳啊，成咁樣。不過安呢個品牌其實我都覺得佢上位上得好，真係好快。我最初認識佢嗰陣時候咧，其實佢都係一個比較係消閒嗰個 category 嘅。咁但係好快脆地，即係我可能真係比較唔係好追得好貼啦。跟住咧，即係啲人話佢即係都擺咗好多effort 去做 R&D 啊，咁所以喺嗰啲即係一啲佢哋自己嘅 proprietary 嘅 technology know how 方面嚟講嘅話，都即係攞到唔少嘅認受性咁樣咯。咁呢個係真係估唔到嘅啫。一點你跑步你就知啦，有幾多真係跑步跑長跑嘅人係著岸啦。其實老實講係唔多嘅，即係佢都係比較fashion 嗰邊多少少。嗯。咁啊 ，Nike 就其實 miss 曬成個 running 嗰個系列嘅嘢啦。即係鞋佢都仲係霸佔到一個位置嘅，但係啲。apparels 啊等等成，其實都係比其他嘅品牌其實係侵蝕咗唔少。咁所以你見到即係近排 Nike 股價，當然 Nike 又即係喺中國嘅銷售又係影響到啦。你見到其實上個禮拜我都有講過，即係一啲二線嘅所謂 luxury 嘅股票，其實都係公布嘅業績出嚟都係喺大中華地區嗰個銷售額都係下跌，咁啊所以都係麻麻地。其實 Nike 會是美國那邊的問題會大一點，因為它在中國反而它今年都還做到個有個增長在那裡，但美國其實 Nike 的問題反而是它在疫情期間呢，它的 DTC 做得很快，即變成是online channels 呢就大了很多，所以它變成在美國那邊就停了很多小的 distributor 的合作，咁疫情一完咗，大家去翻 offline 買嘢咧，佢而家揾唔翻咁多 distributor， 咁所以美國嗰邊佢係持續地係 miss 嘅，同埋美國嗰邊個競爭亦都係會比較大少少。咁啊，呢個都 tough 啦，即係冇乜特別嘅。坦白講，我覺得呢幾年嘅 design 都係麻麻地。咁啊，啲 lines 即係都係食翻老本咁樣。同翻啲球員簽個 ambassadors， 如果嗰個勁嘅話就出去個 series， 咁都係用翻呢幾個板斧。但係如果以即係
我唔敢講我自己專業啦，當我係業餘一個跑手啦，即係唔覺得佢嘅褲啊或者啲衫係好 tailor made for 一個即係跑步嘅選手係好幫得到我咯。譬如你好多時即係跑步，你都會帶手機啦，坦白講。但佢係冇一啲袋幫你係即係攝得好好，係即係袋得到個手機。咁但係譬如其他嘅 Lululemon， 即係唔好以為淨係即係成日俾人批評嘅，即係 yoga 褲唔應該係當 fashion 咁著啊嘛。咁啊，但係 Lululemon 都即係由 yoga 嘅 yoga pants 其實都係拓展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品牌或者一啲唔同嘅系列。咁佢跑步其實有啲褲都係即係比較體貼啲，係做得好啲，同埋都係當然貴啦。咁但係佢 sell 得 durable。最尷尬就 Nike 啲 quality 咧，坦白講，佢嗰啲 tech 咧，如果係有啲即係熒光啊，或者係有啲即係反光嘅係即係嘅 material 喺度咧，屌洗佢一年咧，跟住咧個 tech 咧又開始甩甩地色。咁啊，人哋見到。喂，阿雷總，即係其實你係咪冇錢買正版 Nike 啊？下年生日，不如我同阿 KO 夾買一件俾你啦，好冇？即係不如下次著翻件正版啦，好冇啊？哇，好老土噶嘛，大佬。咁即係雖然 Lululemon 係貴，咁你知雷總可能又計死數咁，但係喂又著咗幾年喎、啊？我買咗好多年嘅 Lululemon， 即係唔係為咗賣廣告，佢都唔會 sponsor 我，但係。真係啲嘢係 durable， 係 keep 得好好，比 Nike 真係撐好遠。咁所以 Nike 嗰個位置，即係我諗一個比較嚇、深刻反省嘅一個改革都需要。咁啊，第一節時間差唔多啦，下次翻嚟我哋就報翻個市況。